我告诉你一样东西，为什么我现在不可以做给你看？因为我有小便，很难看的，不可能的了啊！所以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小便的时候呢，通常女孩子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唔清洁好呢，它就会生细菌或者系人的。所以我想到个方法，但是用不用看个人啦。因为你常常开水喉就比较麻烦，因为开得多，还有歪的，还有弄来弄去麻烦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做的小便的时候，因为尤其是女孩子比较麻烦点。等我准备一个是淋巴的，咁啊淋巴的，为什么我要帮你醒纸呢？我怕我的孩子做坏掉。咁啊，然后将啲水，因为我准备有水在前边，咁然后放在旁边。当我们小便咗之后，坐到，咁就这里淋下去，它就见我很清洁，就不需要有种臭的味道啦，还有比较卫生一点啦哈。所以不用常常用水喉，就很简单，用一个就是淋巴嘅花洒来嘅，因为开水喉麻烦嘛，常常有人拿哈。其实那个方法最好的啦，看你用不用，OK，刚谢谢这里啦，拜拜。